周年庆啊，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请大家看电影，所以这个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啊，那个各方的好朋友啊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在一起，那聊聊天，然后起欣赏的电影。那今天那个电影的制片李刚他也会过来，还有他们的导演会过来。那可能是在片前或者片后，他们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，上车。OK， 那等一下会跟我们有一点这个分享的机会。那我们各位都晓得，这个现在媒体不太好做，所以大家见面就说：“哎，不错，你们又撑过一年了。”我们就要在想办法再撑一年。那我想就是有各位朋友的帮忙，一定继续努力下去。那我们今天整个的场合大概就是这个是贵宾厅，有三个厅。那我们就是分为 A 厅、B 厅、C 厅，分别大概就是7:30一场，7:45一场，还有8:00一场，那为了方便起见，所以进来的时候就是各位大概有分配到不同时间的。那7:30的可能需要吃一点东西的就要赶快拿，那个7:45还有一点点时间，7:08的可以稍微慢慢的这个再享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大家都是贵宾，所以就是自由入座，就自由入座。那因为是贵宾厅，位置应该大概也不错。好，我们李先生有，我不是李先生，李刚先生。好极了，那个这次本来这个周年庆都不是讲话的，我只有一点事情宣布，就是我们9月1号开始起，新头壳有网络版的新闻，就是有手机版的新闻，也就是说各位用手机上网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手机版的新闻。事实上今天各位上网的话也已经可以看到，不过我们正式是9月1号上线，不过今天假如你用手机上线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得到。就是这么一点宣布。那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个阿昭公园的监制李刚先生他也来到场。那是不是你先跟他 say hello 一下？ Hello， 刚好听到后面还有几句话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刚。那个这个片子从2008年做到现在做了5年，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台湾，就是大家看你就说吧，现在想我们今天的安排就是说，每一场结束之后，那个李刚先生会，李刚先生会针对这个影片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啊。那我们现在可能，对不起，那个 A 场的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慢慢进场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晚一点还会。